好的，王先生，那个您再考虑一下，刚才呢，我跟您说的已经很清楚了，好吧？哎，你先等一下，我接个电话啊，我给你时间考虑一下，你等等啊。喂，你好，我是松子贷款公司的，请问您需要贷款吗？贷款？对，我们公司放款快，效率高，利息低，只需要一张身份证就可以立即放款。那你们这儿能贷多少呀？你想贷多少？我们就随便贷一点儿，这样你给我贷10个亿吧。多少？10个亿呀。那您贷这么多干什么呀？哎呀，主要就是日常用一下，就那么吃个饭，钓钓鱼啦，打打麻将啦。主要是现在交通太不方便，回老家吧，我想买个直升飞机，这样飞过来飞过去的比较方便。哦，这样啊，先生，像您这个数额需要您的财产做抵押，请问您的财产多吗？比如房车有多少？哎呀，那车那就多了，什么面包车、奥拓的，还有帝豪车，对了，还有辆自行车呢。主要是我那个房子太贵了。你先说明一下啊，哎，在我们农村老家呀，我有一栋别墅，在角落里边，那是我太姥爷给我留下来的。这里边那什么瓦片儿呀、房梁呀、油漆呀，那太值钱了，那都是老古董。您看，这样可以吗？先生，这个款呢是可以贷给您的，不过呢，你得先去精神病院把你这个病给治好了再说吧。真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了啊！您放心，只要你选择我们贷得起公司，保证您是又安全又划算。这样呢，您回去再考虑一下，好吧？记住我们公司名字，贷得起贷款公司。来水果了啊，水果，新鲜可口的水果。走。哎，媳妇儿，你这葡萄怎么买的？葡萄8块钱一斤，8块钱一斤，那把最大的这一串给我找了吧。哎好。最大的，就这串啊。好嘞。你给我称称吧。好嘞，你称称啊。女儿，哎，21.5块一包。21.5块，不过媳妇儿，我这没有5毛的。没有5毛的。那这样我给你组个整吧。行吧。哎，你不是说给我凑整吗？怎么你还吃上了？没事儿，一样啊。晚上等会儿我给你凑个整数，你给我钱就行了。我再给你称称啊。呀，美女，18.5块了。有，我再给你数数吧。
卖西瓜啦，大西瓜，自家种的西瓜，又甜又脆，不熟不要钱了。卖西瓜啦，卖西瓜，不熟不要钱了。写的不输不要钱，那我跟你又不输，干什么要给你钱啊？对吧？这么夜的天，老子顶着这么大太阳在这儿没关，居然套路我！行，你给老子等着啊！来喽，西瓜免费吃了啊！送清凉，送爱心，免费吃西瓜，免费吃西瓜了。老伴，你这西瓜免费吃啊？啊，是免费吃的。好，太好了。嗯，好甜啊。嗯，好吃。我晚上真倦，哼啥呀？这钱吃西瓜别舒服了。嗯，老板，太感谢了，吃的真饱。哎呀，真甜。老板，你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呢！我告诉你，太感谢了。走，走了啊！哎，你往哪走啊？怎么了？你没给钱呢？西瓜免费吃的嘛。西瓜是免费吃，但是自己儿50块钱一张，你刚才插嘴用了2张，100块钱啊？什么？自己儿50块钱一张？咋不去抢劫呀你？拿钱，你又想套路我是吧？啊，大哥，你别激动，别激动哈。我给你钱，给你钱。哎呀，妈妈呀，吓死我了！再也不占便宜了。